安危不贰其志，险夷不割其心。人类历史告诉我们，越是困难时刻，要坚定信心。矛盾并不可怕，正是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。任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。面对重重挑战，我们绝不能丧失信心，犹豫退缩，而是要坚定信心，激流勇进。安危不贰其志，险夷不割其心。原点出自唐代魏征的《群书治要昌言》，示意无论是太平时还是危难时，都不背叛自己的志向，无论在险阻处还是在平坦处，都不改变自己的操守。